你好，我是 Alan， 我从事海空运近20年，在这些年当中，我发现运输过程中的种种障碍，经常使厂商吃了闷亏而求助无门。于是我建立了一套独一无二的主动式运输风险管理。这套主动式运输风险管理不但能帮您整合海空陆运输，而且为您掌控并排除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同时省去业务员层层上报的等待时间，让您不用担心碰到经验不足的业务员，而提高您的运输风险，增加您的运输成本。您碰过联系不到业务员而求助无门吗？您碰过业务员承诺破损理赔而他们的公司却否认吗？您碰过业务员解决不了您的种种运输问题吗？我们是唯一一家不透过业务员招揽而站在第一线与您一起掌握运输效能的物流伙伴。没有业务员，省去业绩奖金发放的成本，更能反映在价格上直接回馈给您。主动式运输风险管理是一套安全、快速、省钱的运输模式，提供您一次性的解决方案，解决运输复杂的问题，一次交付，全程服务，做到滴水不漏的运输管理，是我们最真诚的承诺。您有运输的需求吗？你想要完整的运输服务吗？快拨专线。